你几岁就送你几只虾，台中超人气浮夸火锅绝对没有比他们更用心的摆盘了。太嘎后矮黑美森今天带你们到台中吃景阁火锅，一进门开放式的厨房就是要展现我们就是干净整洁真材实料哦。上桌的每道菜盘、火锅料、海鲜盘还是肉盘都摆放的超级华丽的，完全舍不得下手哎。而且他们还会帮你漂亮的放入火锅中哦，看起来就超级有食欲。在等待食材煮熟前啊，各位先吃一碗超赞的杂炊吧，每一口都是鲜味暴击。这玫瑰松板猪淋上蛋白，肉质更软嫩哦。在景阁吃肉完全不用客气哦，一盘一盘的下，一口一口的嗑，粉嫩柔软，吃起来完全不费力。虾子剥好壳，排好队伍溜滑梯。丰富的海鲜在景阁也都吃得到哦。各位，你们是不是看到都肚子饿啦？那你们有算出来美森几岁了吗？